十月九号啊，星期一嘅鳄鱼谈。过去呢一个 weekend， 广大支持 Donald Trump 嘅老友记，心情一定系唔系好好啦。咁啊，正如老沃啊，同埋我呢啲拍档啊 ，K C Sir 啊，屌总理啊，列大夫啊，佐伊斯啊，假猫俊，同我哋广大嘅 M H K 嘅老友记咧，啊，大家都心情咧就真系凉忍咗一截。因为吓，我哋嘅支持嘅 Donald Trump 并未系顺利咁样样赢捻咗呢一个嘅美国嘅总统嘅大选。咁啊，反而呢一个嘅 Sleeping Joe 或者系 China Joe 咧，就对埋佢嗰个拍档系嘛，大妈何锦丽咧，就神咁早咧就屌你老尾，唔捻知佢有边啲 official 嘅嘢去支持佢，只不过系靠一啲啊支持民主党嘅呢啲嘅媒体啊铺天盖地咁样样就话佢系赢咗 ，predict 佢系赢咗，证实佢系赢咗，系话佢赢捻咗咁捻多嘅州，反而呢啲嘅州都仲未拍板系决定系边一个胜出者嘅时候。就靠呢啲嘅庞大嘅舆论谷捻咗呢一个嘅 Sleeping Joe 成为一个嘅美国总统选举2020嘅胜出者。咁但系当然啦，喺 MHK TV 嘅立场嚟睇，一切都有待吓将来啊有任何嘅呢啲嘅法律嘅诉讼啊啊呢啲嘅裁决啊拍板决定边一个系呢一个嘅美国总统候选人2020嘅胜出者。Otherwise 到目前为止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呢、这、一个嘅选举仍然系悬而未决嘅。嗱 ，Sleeping Joe 咧就走捻咗出嚟，咁啊话佢自己赢鸠咗。咁但系啊喺呢一镬嘢里边，我哋见捻到吓喺美国出现咗两个一个好严峻嘅问题。由头到尾啊，一面倒咁样样话呢一个嘅 Joe Biden 嘅支持度啊系压倒性嘅支持特朗普，出捻咗嚟之后，根本个舆论啊，屌尾到尾同埋呢一个嘅民意啊，真系屌你老尾，閪捻过一众啊喺香港里边嘅财演靠呃股份饭食嘅柒碌嘅呢啲嘅 prediction， 系嘛，完全都系谎言同埋废话，出嚟嘅结局。竟然而家 so far 有7400万票啊，暂时仲未经核实到最后啊，就支持呢一个嘅 Joe Biden， 而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咧，亦都有超过7100万嘅选民咧，系支持去做呢一个嘅美国嘅总统。咁啊，说好了咩大幅度屌你老尾抛离特朗普啊，屌你老尾见捻到美登当你赢啊，话你输鸠晒啊，竟然并唔系呢一回事。而反之就系美国里边各有 50-50， 各有支持大家唔捻同嘅选举候选人。大家都会见到美国的主流传媒今次呢一镬嘢，所有嘅公信力啊，所有嘅 credibility 啊，全捻部咧就屙完督烂屎落个马桶里边，一嘢就冲捻咗落去大海里边啦。屌你老尾，我哋见捻到啊，所有嘅偏颇嘅报道，一直以嚟嘅抹黑 Donald Trump， 甚至无呢一个嘅 Joe Biden 啊个仔嘅呢一个嘅电脑门啊，佢限件里面有大量通呢一个嘅共匪嘅证据啊，呢啲嘅淫涉涉换儿童嘅呢啲嘅照片，完全都打压唔捻准步，甚至无到 Donald Trump 啊，佢喺个选举之后质疑紧而家个选情，质疑紧个票数嘅合法性，质疑紧点票里面出唔出现一啲作弊嘅嘢。全部都中断佢一啲嘅广播，简直就系屌你老尾！作为一个嘅公众嘅媒体，自己打压自己嘅美国总统，我真系吓咁捻多年以来都未捻见过。咁好啦吓，仲有嘅网络里边嘅欺凌啊，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佢出亲啲 tweet 啊，佢出亲啲 post 啊，都喺度屌你老尾打捻咗黑人问号，又或者落捻咗 label， 落捻咗强，甚至无 ban 鸠佢。咁啊，完全系咁捻样嘅情况之下，冇捻咗公信力，亦都吓蒙蔽咗美国国民嘅呢一个嘅知情权。喺咁嘅情况之下，就算呢一镬嘢边捻个赢捻咗美国嘅总统大选，喺美国嘅国内里边，呢啲嘅所谓嘅民调，所谓嘅呢啲嘅 research， 所谓呢啲嘅主流媒体，所谓呢啲嘅新闻公信力，全捻部咧都閪鸠晒，就冇交嗌，未捻见有一个胜利者，就已经知捻做有两个大输家，一个就系民调，一个就系呢啲嘅主流媒体啦。咁好啦，呢一个嘅 Sleeping Joe 吓，屌你有咩放狠行晒烟花公开演说啊？媒体里边净系一面倒啊，播放佢哋支持呢一个嘅 Joe Biden 嘅呢啲嘅美国国民啊，屌你有咩揈捻晒旗啊，跳捻晒舞啊，好捻开心。但系支持 Donald Trump 嗰啲嘅片段啊、画面嗰啲嘅支持者，仲有7000多万人咧，又唔肯见影喎。咁系咪制捻做一个嘅假象？好似全国国家里边都系屌你有咩恭贺紧呢一个嘅 Joe Biden 赢捻咗咧？啊，咁啊，大家都心照啦。好啦，咁呢一个嘅 Joe Biden 又走出嚟讲啲乜捻嘢咧？咁啊，当然啦。佢哋講啲嘅嘢就屌你老尾，就係巧言令色、糖衣毒藥嚇啊！民呢一個嘅所謂嘅
一個嘅花言巧語係嘛？完全呢啲嘅嘢咧，就係包裝過曬，好撚易 swallow， 看到好撚美好，實際 dip 落佢之後，根本就係屌你咪如同著物啊、著蠟啊，根本都係乜撚嘢都冇嘅。咁條撚樣又講啲乜撚嘢咧？佢係多謝大家支持佢有一個嘅 convincing victory 啊，一個嘅可信嘅公信嘅依一個嘅屌你老母嘅勝利咁啊，真定假？大家都仍然要調查啦，小拼租。咁另外咧，佢話今次嘅勝利咧就係得到咧就係依個 victory to the people 係嘛？係勝利係。歸於人民嘅，咁啊有7400万嘅選票咧，歷來咧最多嘅支持啦。咁啊，我想話俾大家聽咧，7400万嘅選票依個概念係乜撚嘢嚟咧？即歷代以嚟啊，從來未有過，甚至乎包括最偉大嘅 USA 嘅總統朗奴列根啊，都未有超過7400万嘅選票去支持佢。咁啊，睇翻依一個 Sleeping Joe 過往嘅依啲嘅啊業績啊，啊屌你老尾佢嘅從政嘅生涯裏邊做撚過啲乜撚嘢啊？甚至無喺依一個嘅民主黨選舉候選人裏邊嗰陣時啊，佢嘅依個得到嘅支持率啊，都仍然係比較偏低嘅。點解突然之間有7400万嘅依啲嘅選民去支持佢咧？咁依一個嘅 question mark 咧，大家係值得深究啦。咁佢希望咧依一個嘅選舉贏撚咗之後咧，美國從此不分化，團結一致嚇，去俾時間去 heal 依一個嘅 America， 即係等依一個美國咧就可以慢慢就療傷。咁啊，應該咧就係之後就講合作係嘛？以後咧喺美國裏邊咧，無論你 red state 又好，或者係 blue state 就好，就只有依一個嘅 only 就嚇。fucking United American States 就依一個嚇 ，fucking United States 咁啊，即係咁撚樣講咧，就即係唔撚妥當啦。即係俾人講完之後，我好似咧成日都唔撚知喺咩地方可以聽過啲共匪成日都係講依啲咁嘅嘢咁樣樣啊。特別係香港嚇，屌你老尾啊！經歷過依個抗爭運動之後，成日都聽撚到我哋啲咁嘅撚屌國家領導人啊，撚屌香港嘅狗官啊，都係講埋依啲咁嘅類似嘅閪話嘅。咁啊，今次竟然出自一個嘅美國所謂勝出大選嘅撚樣咁撚樣講啊！不其然啊，個心都涼撚咗一涼。咁啊 ，Joe Biden 亦都係強調啦，係嘛？大家唔撚係敵人啦，大家都係自己人啦，大家都係 real American 啦。咁啊，所以咧，美國咧應該咧就要結束呢一個嘅妖魔化嘅時代，係一個嘅終結。我贏咗就天下太平啦，大家可以屌你老尾，和平合作繼續向前啦。真係實在太似屌你老尾一貫共產黨批評我哋喺香港裏面抗爭運動嗰種口吻，聽起上嚟好令老啊毛骨悚然，打撚個尿震。好啦，咁依一個嘅大媽何錦麗贏撚咗，咁當然啦，一眾荷里活嘅左膠明星個個都出 tweet， 個個都出 Instagram， 就屌你老尾好撚開心，歌頌緊啊！屌你老尾，美國終於有一個嘅屌你老尾嘅女人嘅副總統，依一個美國嘅副總統，甚除咗女人之外冇賓州，佢仲係黑人，再加埋有一半嘅亞洲血統，哇！掂撚曬，我真係見撚到啲左膠咁撚戇鳩咧，我真係火都嚟鳩埋。你哋屌你老尾選舉一個嘅總統贏撚咗，代表你哋美國，竟然係睇佢嘅膚色性別有冇陽具？屌你老母，佢冚家產嗰啲嘅血統係邊撚到嚟？water 定屌你老尾睇依个撚样系做唔撚做到嘢，依个撚样嘅能力得唔撚得？斟酌佢嘅性别同佢嘅 color， 我真系服撚咗你，真系脱撚睇头撚地啦！不如下次赢撚咗，又而家我哋美国已经有依个黑人总统，今次又有女人总统，系仲要系半黑半亚，系嘛？好啦，下次不如嚟一个侏儒总统啊，好唔好啊？再唔撚系有逆服癖总统，好唔好啊？再唔撚係屌你老尾又依個基佬總統又得唔撚得咧？屌你老母，全撚部都係用依啲嘅性小眾啊！屌你咩膚色嚟做話題，根本個人得唔撚得就真係唔撚知啦。美國而家今次有一個歷年啊，可能有出現一個歷年以嚟最撚老嘅美國總統，78岁。Remind 大家，美國嘅平均年齡啊係78岁，即係換句話嚟講，依一個嘅 Joe Biden 已經係年將就木，除撚事，跟隨依一個嘅 Average American 嘅歲數嚟講咧，好撚大可能咧就會一命呜呼，屌你有冇死撚緊啦！咁好啦，喺而家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嘅睇法就會係點樣樣咧 ？Donald Trump 咪當然係好撚火滾啦，因為今次呢一個嘅選舉裏面實在有太多嘅地方好撚令人有意救病，亦都係覺得好撚詭異嘅。包括乜撚嘢咧？包括一啲嘅黑亞喺外國嘅進攻，呢個外國嘅九撚成就屌你老尾啊，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咁好啦，同埋有一樣嘢好撚有趣嘅。
上一次的 Donald Trump 的選舉又說屌你老尾有俄羅斯去幫他手，為什麼今次這個屌你老尾沒有人有人提出的證據說有俄羅斯和 Donald Trump 勾結影響了選情的呢？為什麼上一屆就有今屆又沒有的呢？真的搞了 Donald Trump 上任之來幾年都是搞了他，說他通翻賣國通俄，為什麼今次又不見有俄羅斯的出來呢？7100萬支持 Donald Trump 的選票就實牙實齒，冇人有傳言，亦都你哋民主黨亦都冇人去走出嚟講佢話屌你哋有作弊嘅呢啲嘅可行性。反之你而家嘅嘢嚇7400万嘅呢個民主黨票，就有好撚多嘅 indication 出咗嚟咧，就嗱就會話佢咧就可能會有呢個作弊嘅情況，包括佢呢一個嘅email 嘅呢一個嘅 voting 啦，佢郵遞呢啲嘅波落啦，監票嗰陣時嘅唔撚透明啦，阻止呢啲共和黨支持者嘅呢啲嘅監察員去篤票啦。好撚多呢啲嘢，甚至有人謠傳，屌你老母，中國係製造咗好撚多嘅呢啲嘅假護照啊、假車牌，方便啲人去登記做選民。嗱，呢啲我就未撚有 fact check。以上所有嘅嘢，完全都係咧，我唔會拎證據出嚟，亦都唔會拎人講，因為網上面實在太多虛言假語啦，太多嘅 fake news。我會決定留低等呢一個嘅美國嘅法院啊，作出呢一個嘅判決，作出呢一個嘅調查。我因為我仲係相信美國仍然係一個嘅 rule of law 嘅呢一個嘅地方，係嘛？我仍然相信美國係有法治。Steven 成日同我講話佢唔諗信美國係都會有呢一個嘅 rule of law， 我就有一個反對嘅聲音，因為我覺得認為香港就係 rule by law， 美國我仍然有一個非相信佢哋嘅法院嘅裁決，相信佢哋嘅憲法，相信佢哋嘅政治，相信佢哋嘅法律係可以係判決啊，還原一個嘅水落石出嘅情況出嚟。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只要法院判決所有嘅嘢，就應該今次最終嘅呢一個嘅依歸。大家嚇唔好撚打死狗講價，大家亦都唔撚好屌你咩輸打贏要，相信呢一個嘅民主制度，因為到目前嚟講，仍然喺世界上面最撚公平公正 relatively 嚇最撚好嘅呢一個嘅選舉國家領導人嘅一個嘅方法，只不過係今次會唔會有一啲嘅屌你老尾嘅勢力係嘛利益既得者嚇想拱鳩呢一個嘅 Joe Biden 上台係嘛，運用龐大呢一個嘅媒體嘅力量嚇，強而有力嘅呢一個嘅國際嘅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嘅打壓係嘛，甚至無啊無所不用其極嘅作弊嘅手法嚇，去令到呢一個嘅夾撚咗呢一個嘅 Joe Biden 夾硬上呢一個嘅總統候選人呢一個嘅位置，所有嘢等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嘅法律團隊係嘛，要求去再訴訟，要求去調查，揾下有冇呢啲嘅作弊嘅呢一個證據。只要揾撚到有呢啲嘅作弊嘅證據，推翻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啊！民主黨啊，呢一個嘅declare 佢哋係贏撚咗呢一個嘅總統候選咧，一切咧就會還原，一切咧就會水落石出，亦都係會令到美國嘅國民咧喺呢一裏邊咧有一樣嘅依歸，有一樣嘅根據，令佢哋仲仍然相信國家嘅呢一個嘅制度，或者係令到海外嘅呢啲嘅唔同國家嘅人民都相信世界第一民主大國。美國未崩潰到去一個嘅地步，未一個腐敗到一個地步，我哋去呢一個嘅世界係失撚去呢一個嘅希望。同埋咁撚多嘅呢啲嘅外國嘅呢啲嘅領導人咧，就係嗰通衝咧，就屌你咁樣衝撚咗出嚟咧，就係支持呢一個嘅 Joe Biden 咧，就係恭賀佢做呢一個嘅美國總統。咁我所以我都係仍然覺得事情仲未完結，係嘛？事情仲要係等待呢一個嘅法院嘅判決，係嘛？所以咁撚早衝出嚟講咧，我就屌你老尾，覺得你班撚樣就實在太撚好笑啦！當然包括埋加拿大嘅首相杜友多啦，差唔多佢係第一個衝出嚟就支持呢一個嘅 Joe Biden 咧，就係贏咗嘅，冇他嘅，因為佢喺呢一個嘅中美唔係 sorry 呢個美加嘅呢一個嘅貿易裏面啊，係俾 Donald Trump 蝦撚到，屌你老尾企撚住唔撚到喺度，又俾 Donald Trump 笑鳩咗佢係 two face 啊！咁啊，當然可能呢個僆仔就懷恨在心，屌你老尾嚇好撚討厭特朗普，見撚咗佢行人咧，咁佢咧就係人生嘅一大快事。呢條撲街我想屌鳩佢嘅就係、是。當日啊，呢一個嘅美國11月3日進行呢一個總統大選嘅時期 ，CBC 問佢：屌你有冇跟帖啊？究竟發生成點啊？知唔知道嚇美國嘅選情係點？你個人作為嚇呢個加拿大嘅呢一個嘅 PM 總理，你嘅睇法係點啊？條撚樣唔撚知，屌你老母食撚咗成實豆沙包定做乜撚嘢？竟然話：我嗰晚我瞓撚咗啊！屌冇撚睇到啊！撲你個街！
隔離咁撚大個國家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屌你老母一草一木係嘛？冚家產你個撚樣走去瞓覺，我老我都屌你老母睇天光嘅撚仔啦！屌不停追撚住啲消息，跟住第二朝早同大家做依一個嘅直播，你條柒碌竟然走去瞓覺，作為加拿大嘅屌你老母 PM 過要屌你老母交税養鳩你條柒頭，咁啊依條撚樣咧，所以我哋都會撇的嘅。如果嚇Joe Biden 贏撚咗嚇，跟撚住會唔會嚇，即係影響到我哋最撚關心嘅依個漫漫州事件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我相信加拿大嘅司法制度一定會秉公辦理，但如果到美國單方面話唔撚告嘅時候，咁屌你老尾漫漫州會唔會翻？屌你老尾去依一個嘅中國咧，我都好撚難預料啦。啊，當然咧，我亦都好撚嚇失望嘅就係台灣嘅總統蔡英文係嘛，亦都第一時間衝撚咗出嚟啊，支持依一個嘅嚇嚇依一個嘅 Joe Biden 公。恭贺佢系嘛？当然其他啲什么嘅左交嘅英国啊，Boris Johnson 啊，左交嘅依一个嘅法国嘅总统啊，其他嘅呢啲嘅国家都讲捻咗出嚟支持。反而习近平同埋俄罗斯嘅普京啊，到而家都仲未表态。以色列嘅依一个内塔尼纳胡咧就玩双手准备啦，依边支持屌你老尾装诶依一个嘅 Joe Biden 赢咗，嗰边又出个 tweet 多谢啊 Donald Trump 过往咁捻多年同以色列嘅友好同埋促进佢嘅和平。关系啊，呢啲就系真系识捞啦。睇翻翻转头 ，politics 就系屌你老尾就系污糟 ，politics 就系利益挂帅，屌你老尾冇永远嘅敌人，只有利益各方面嘅嘢先系大依归。好啦，而家有人会问，究竟呢一个如果吓一个唔捻国意 ，Joe Biden 赢鸠咗，世界会变捻咗点咧？中国同美国嘅关系会变紧咗点咧？好多网友都问我个人嘅睇法，我就会觉得呢一镬嘢 ，Joe Biden 甚至乎如果法院嘅判决吓，屌你老母吓，搵唔搵到证据吓，俾你氹氹咁样顺利过关，做紧咗美国总统，你嘅后路都唔捻系好过噶。当然 ，Donald Trump 绝对唔会放鸠过你。而家参众两院你都冇明显嘅优势，即系换句话讲，发起呢啲嘅吓弹劾你嘅呢啲嘅动议系嘛，话你可能有呢一个嘅硬盘门嘅通翻卖国嘅证据，一连串共和党一定亦都有好捻多嘅法律嘅仲裁 ，shipping Joe 就唔捻方，屌你做咩系走捻得远啦？当然而家佢亦都承诺过，一定要重点打击吓香喺呢个美国里面嘅疫情。点解啊？民主党一直都系救病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喺疫情嘅控制系失换搞唔捻掂啊嘛。好啦，换捻咗你屌你老母连张就木嘅 Joe Biden 嚟搞，又睇下你搞捻咗啲乜捻嘢。所以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喺呢一镬嘢里面咧就一定要控制个美国嘅疫情。跟美仲有好捻多嘢噶咯，仲有呢一个嘅屌你老尾美中嘅贸易啦吓，而家国家里。一半人唔諗妥你嗰種嘅屌你嘅張力啦，係嘛？仲有啊經濟啊就業嘅問題，全諗部都埋撚曬隊，要你個撚樣去解決嘅問題。睇下你條柒頭，過往幾廿年都唔係點撚做嘢，突然之間要做咁撚多嘢，睇下屌有咩虛火頂唔撚撚頂得你住，分分鐘喺白宮裏面成為第一個瞓瞓第一覺屌做撚到猝死嘅老嘢。咁我都屌你後屘就唔撚識笑啦。咁好啦，喺中國嘅情況之下，當然啦。佢既然有咁撚多嘢跟撚住到尾，佢究竟佢中國會係點？大家都會知撚到，一定係擺埋一邊啦。同埋有啲人仍然都話：屌你老母，民主黨係經過呢一個嘅 Joe Biden， 如果佢係順利贏出總統之後，係會繼續走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嘅呢一個嘅路線，行呢一個嘅制裁中國嘅呢一個嘅方向嚇。屌你咪同中國硬碰硬嚟嘅，我一啲都唔撚信。雖然而家有好撚多個調查都知撚到，起碼美國裏面有 73% 嘅人係反對依個中國，討厭依一個嘅中國。既然今次屌你老炳依一個嘅選舉嘅民情個民調都可以假撚得到，一定喺其他嘅民調裏面一樣可以做撚到啲嘢出嚟。咁不過亦都係可以係控制一啲嘅輿論啊，控制一啲嘅 picture 啊，令撚到屌你老炳美國嘅國民冇撚咁撚憎中國。喺依一方面裏面減低佢反中嘅依一個嘅情緒，我相信唔係做唔撚到。同時之間係嘛？屌你老母！雖然你嘅秉承 Donald Trump 定撚咗好撚多嘅事碌架，可能 set 撚咗好多嘅屌你老母嘅法案，你一定要去執行，或者你要選一啲嘅主要嘅官員係會經過依一個嘅屌你老母共和黨喺參眾兩院裏面嘅反對，條路係好撚難行啊！咁但係就算大家都係逼你要反中啊！屌你老尾，反中嘅過程裏面嗰、那個速度同埋個力度可以由佢控制㗎嘛，咁大家都知撚到成件事會係點撚樣啦，係咪？喺中國嘅而家嘅情況，好撚多人就屌你老母
不停去睇搜尋啊，依一個關於美國選情嘅依啲嘅資料，話甚至無有64億嘅人咧，就喺微博裏邊咧就去揾依一個嘅話題嚇，亦都有80多萬嘅人咧就係落依個討論啊，關於嘅依一個嘅 Sleeping Joe 啊，屌你乜贏撚咗之後啊，會係點撚樣啊？當然亦都啊，屌你老尾！官媒又好，屌你咩人民又好，小粉红又好，中国嘅蚁民都好，个个都屌你老母喺度嘲笑紧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甚至无就话而家 Joe Biden 赢咗，佢应该改个名嘅叫做周振华，屌你老尾，就系话佢嚟捻咗之后咧，一定会改善呢一个嘅中国嘅呢一个嘅情况，等到佢咧就系可以咧吓。改善嘅經濟，改善雙方嘅貿易嚇，振興依一個嘅中華嘅依一個嘅屌你老乜嘅財路。咁啊，依一個嘅胡錫進咧，亦都係predict咧美國會出現依一個嘅撕裂同埋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嘅衝突嘅情況，亦都喺度嘲笑緊美國民主制度嘅依啲嘅退步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嗱，你亦都可以睇緊得到啦。一班屌你老尾冇賓州嘅人喺度屌你老尾指指點點人哋點撚樣去做愛，批評嘅民主國家裏邊嘅選舉嘅呢啲嘅屌你老尾嘅制度嚇、批評人哋呢啲嘅選情，依一班依一世人都冇撚辦法選出國家領導人嘅屌你老尾嘅蟻民，做啲咁嘅撚嘢，真係人唔撚笑，狗都吠啊，係嘛？真係屌你老尾，真係老撚土到不得了。咁好啦，我個人就相信。唔會嚇，屌你老尾！民主黨上場之後，係會對中國進行嘅好撚大嘅一啲嘅屌你老尾嘅制裁啊，或者係一啲嘅打壓。正如我小女花木蘭所講，依班咁嘅撚樣，最撚興就係站喺一個道德嘅高地上，指指點點，做一啲嘅批判，攞把口做咗就當幫忙。所以咁撚多年，民主黨都唔撚係見佢對中國有任何嘅硬起來嘅時候，你 expect 佢繼續行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嘅路線咧，就真係得啖笑啦。反之台灣，我亦都係為咗一個蔡總統嘅擔心。呢一鑊嘢之後 ，Joe Biden 嚇以自己有咁撚多嘅情況喺，咁撚多嘅問題喺手要解決，佢會唔會嚇分出到呢啲嘅嚇幫手出嚟睇撚住呢一個台灣嘅寶島咧？亦都會唔會行緊好似 Donald Trump 咁撚撐台灣，咁撚想台灣重拾呢一個嘅國際舞台，甚至無帶佢入去呢一個嘅世衞裏邊做呢一個嘅監察嘅會員咧？咁大家都可以諗得到呢一個嘅情況。機會率就正如老我做億萬富翁一樣，都唔係個 possibility 比較偏高啦。咁啊，台灣喺依一鑊嘢裏邊，亦都係開始要面對中共可能趁依一個美國嘅嚇分身不暇嘅情況，會唔會有一啲嘅嚇亂嚟嘅嘢要做咧？咁啊，當然啦，習近平而家亦都係屌你老尾水深火熱，好撚多嘢纏身。但係依一個情況可以維持咗個膠着狀態，又有幾耐咧？兩邊會唔會打龍通？好似以前希拉里咁樣講，哇！屌你老尾，抵消曬所有嚇中國買美國嘅國債，就屌你老尾，我放任唔鳩你，甚至無唔肯排除嚇支持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大陸嘅武力攻台。唉，真係講真，道義咧就真係擺兩旁嘅咋，大佬冇天理嘅，大家嚇 politics 就係咁樣。我真係祝阿小英總統好運，咁啊希望呢一度啊，記住仍然有希望。仍然是屌你老母 Donald Trump 有個 possibility， 是可能在这个的总统这个的诉讼的过程里面找撚到这个 Sleeping Joe 的这些的出猫的这个证据，那大家就皆大欢喜，那也都遵从这个的、法院的裁判，还原到一个的公正正义得到彰显，那两边的美国的国民都要信服这个宪法赋予他们法律那方面的这些的司法的这些的能力和权力、还原美国、可以有一个真相，但愿如此。不过突然之间我又醒起，屌你老尾 ,Casey Sir 在去年年尾嗰阵时起过一支卦，就讲呢个世界嘅运程，嗰支卦就叫做地火明夷卦。地火明夷卦个地喺个上面，火就喺下面，唔撚係喺度屌你玩 barbecue 用烧烤炉，而只不过地呢啲火光喺地下里面嘅长期呢，喺地面上面呢就一片黑暗，所以就正如而家咁样。搞撚錯啊！出貓你班你咁嘅撚樣，都俾佢去過撚到骨啊！屌你老母，公義得唔撚到彰顯啊！人民受撚到愚昧嘅呢啲嘅蒙蔽啊、蒙眼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依個地火明夷卦，我以為喺中國裏面發生，原來係成個世界都 apply， 你真係估佢唔撚到。再加埋明年嘅依一個嘅地母經所講啊，依一個人民流一半啊，快活好桑田啊，依一句我哋都驚撚到震撚埋，會唔會因為依一鑊嘢即係搞撚到
美國裏面出現一啲嘅對立啊，真係打仗啊，屌人民留一半，打死一半至係咧咁樣樣。咁我都特登請教咗阿列大夫，佢話唔撚好擔心。咁我同列大夫有一個共同嘅睇法，美國人都係理性嚇，美國人都係和平嘅，美國人都係相信，就算有啲乜撚嘢解決唔撚到嘅，屌你咁嘅矛盾，四年之後又再揸裝，又再嚟過打交就無撚為。咁呢個 possibility 咧就應該好撚低。但係有一個嘅問題就係話，假如真係屌你老尾揭發到民主黨係冚家產，真係出貓，影響到成個 stock market 係嘛？屌你老一！嘢大敗敵咁樣 landslide 咁樣嘅下滑，引致全球嘅經濟屌你咪唔諗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每個國家都百孔千瘡，每個國家都俾呢個中國武漢肺炎搞喺度碌柒咁樣，經濟一冧起上嚟，真係人民留一半啊！咁啊，真係唔知會點樣搞作啊！咁啊，希望我把口就係烏鴉口，但願嚇呢一個美國嘅選舉一定會水落石出，還原個真相，係嘛？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係眾籌緊，要佢籌期咧就去打官司，一眾嘅 Trump 粉，你唔好撚走數，係嘛？屌你老尾，唔好口講就荷包立啊！屌你老尾，用行動支持 Donald Trump 去打官司嚇！依一個知撚到啊，總理佢都輸撚咗好撚多錢㗎，屌買特朗普贏，唔撚爭在籌期支持 Donald Trump 打官司，還原真相啊！